绿洲点私立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就业率也急起直追，不输给公立名校。大火快炒，蘑菇的香气马上窜了出来，放上鱼片，加入白酒去腥，制作的过程也像是表演一样。他是李伯昌，现在法式餐厅的主厨，大学毕业只有短短三四年的时间，不光只有厨房，连外场他也能够一手包办。不过这样的训练早从大学就开始了。他把我就是的观念带得比较多元化一点，他也跟其他厨师比起来，可能以往的厨师只会做菜，对我来说就是多了外场的圈里。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，缩短产学之间的差距，目前已经有不少大学开始重视。而目前大学的就业率公私立前几名不相上下，不过私立大学扣除医学专业学系之外，也都有超过65%的就职率。强调学生的自我，学生的基本的能力，那才是业界需要的一个人才。那包含现在我们主推的一个创新发明的一个课程，其实也是要让学生很能了解未来产业要的一个思维。不再只看明星光环，重视技能培养也逐渐成为另一种学校风气。TVBS 综合报道。稍关心军方定调，